它跳出来啊，然后我们再帮你解一解。16有点难，我不知道怎么过，其实。可是我觉得那个两人的蛮简单的，主要是还没解而已吧。别，邀请你们。老乐不知道在干嘛。我在线上干嘛？我看一下，我还没到线上，我还在单机模式。那，嗯。老乐出来哦！来哦！原来在我家外面是你哦！我干干干干干干干！哎哎哎哎哎 ！Beautiful， 都让你上了没？还没。电脑累。啊！老乐有要玩吗？你有要玩吗？哇！还是你要当志愿役？志愿役？还是你这个低能儿？嗯，哇，骑脚踏车也好猛啊！日本，你会爬墙吗？哎哎，这好难，好像只有摇杆可以，是吗？键盘都不行。我也来爬爬看。好啦，该先自言意啦。先屁哦，低能。前四年就有退休金了，我就不用死。哼。退休金。哦，干，差点被打死，吓死我。子弹有腰哦，先开一下。有腰啦，下喽。好，好判，先开单机要干。先开单机。打完了。嗯，这 PAD 历程怎么那么无聊啊？来玩切拉贝托啊！切拉贝托，你啥小？是，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讲。干，生一个粪便，叫人一生粪便，你是白痴哦。可是他的美术很丢哎、欸。我也觉得他的美术很丢。哪一块啊？是那个复仇龙骑士的那个美术。干，你烂游戏。烂游戏。可是他画得很丢哎、欸！你说美术很好，可是游戏很烂。其实游戏也蛮好玩，看我玩的起。看、哦、你怎么爬上去，哎呀！要把它降下来，要很多。快加入啊，老乐！啊，我听不懂，没要我了。就是现在宠物退化要花超多素材的。不用啊，就五只小精，五色小精灵啊。是吗？是啊。可是我上次按火战女神，我按战女神要退化，他要我五个裁判呢。没有五个小精灵啦。啊 ，Wiki 跟我说五个裁判呢。Wiki 在唬烂你啦。Wiki 在唬烂你。不知道。不但你说 Wiki 在唬烂你。我确定 Wiki 在唬烂你。你相信我还是相信 Wiki？ 他听不到你说话了。干！六太，你相信我还是相信 Wiki？ 相信你。耶，唬人最好了。歪姐讲话气死！我妈一定会被气死。
他说干我他妈一定会被气死。你快点问我要不要打 GTA。不要，我什么都不想问，操，气死我。他气死了没？气死了，气死了。哎、欸，小，看你们幼稚哎、欸。突然想打高尔夫，你自己去打。打高尔夫，开台啦！我不跟自愿意打高尔夫，看台啦！哦，这是倒数第一秒。改变角色外观什么意思？大家就是会有一次机会让你改变角色外观，你可以选择。不用啊，那就不用啊。都已经这么像你了，真的。打完了，可以改名字哎，但是我就是喜欢我的小陈博到你。小陈博到你，小陈博到你。我先看一下我有没有每日，每日参加一场水上竞赛，抢劫一千三。哇，我有一个打一场高尔夫球，靠！啊，你设一个洞打完不就好了？你就跟老乐去打，反正你们没事。对啊，但先接一个枪，先解那个两人的。没有人打过那个什么人道实验室的吗？有啊，我们跟鸟子打。我要等，对不对？你就上线等一下就好，随便找事情做。哇，我这样子买一次 PADZ 就把所有东西打回来了，好爽啊！是不是就是那个我忘了带呼吸器的那个？对，就是那一个。我忘了带那个氧气筒。我看一下，我想要去。操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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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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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嘟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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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我操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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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操！哒哒哒哒！所以我要等电话，然后我接，是不是？对，你在家附近游荡就好了。在家附近游荡。我接到了就可以邀你了吗？可以。还是你直接打给莱斯特？对，其实你打给莱斯特也可以。直接打好像也可以。长安啊。嘿。哇，我好强啊。然后我看一下，17, 我要干嘛？我要干嘛？你打给莱斯特啊？打啦！我看一下打给莱斯特之后，你要请求差事。啊，不给啊！你就他那边是那个白的，上锁的，翻白。那等一下好了，你稍等一下。敢他抢我？抢你！抢抢！PJ600 蛮好看的。哎、欸，我记得那个要有抢劫，好像要过一个东西才会有抢劫。要上一个劫完了吧？可是莱斯特，你看你之前有没有解过莱斯特的事？有，可是没解完。没解完。嗯。我差点撞到路人。阿小。Rocko 2008弟弟，这边有帮。干，你会放屁耶、欸！哇，你的车子会放屁，好恶心哦、喔！人丢啊！好恶心哦、喔！100万的屁车。对啊，你开一台100万的屁车哎、欸，比我的灵车还丢哦、喔！立三手，立三手，立三手，立卡滚！那我就在家附近。立卡滚，跟我叫我家用，叫我家用钱。哦。上面是不是？好怕我的显卡崩炸！崩炸的显卡！哦！耶！莎莎！莎莎呀！莎尼！逃脱一次四星通气，天哪！那个是 bug 哎、欸，我觉得。看来就麻烦。我上次已经一整个晚上都在破那个，完全破不了。这台是坏掉了，是不是？就
就是那个Buddha 给我那个每日那个任务啊，好像是 bug。要去日本就玩。我来放屁。shit！ 干你的喇叭声音超难听。啊！我快死了，快死了！是。是啊。我来一路狂飙。我不会爬墙。啊！快死了！呜呼！哇，这个帮派的叫声！外面绕来绕去，他都不打电话给我。要等一阵子，没有那么快。你地图上面还有没有别的看起来像莱斯特的东西啊？怎么莱斯特长什么样？我不知道。你看地图上面 有一个 L， 好像要去接那个 L 才可以。L， 地图上看有没有 L 的字样？旁边选得到吗？嗯，好像有。这不是玩过了吗？乌龟车。没有哎。问问题就问问题，不要拉一大堆问号。我想给你 time out。是给你 time out， 不要拉一堆问号。哎呦！哇哦！来出来出来！摩托车好好看哦。借看一下。Okay. 哎呦！借看一下啦，借看一下啦。来过来。哈哈哈！这么多人哦，哎，这台蛮好看的。这是什么车啊？斯金威德哦。哎呀，我喜欢这台车。买啊！哎，我抢路上抢到一个人的车，我要怎么样把它变自己的？跑回去自己家，放到车库里啊。放车库里就可以了。嗯。可以放进去的就可以啊，你要可以放进去就可以啊，不能放进去就是太贵了，你要自己买。对，你要自己买。它改得很漂亮。今天没有好看的妹妹，是你拿回去还是会要变成粉红色的吧？不会啦，这个很漂亮。不会吗？等一下啊，你的车子让我晒，蛮好看的，而且这台车我刚好没有让晒。都抢了车子了，放车过还要记得去改车网买保险。好 ，fuck， 买个保险。他这一代的那个救护车人员怎么不会做事？对啊，就很烂啊，就是只是看一下尸体然后就走了。我记得以前蛮好笑啊，他在地上按一按，那个人就会活起来。对啊，这一代就真的吗？古代就会啦，他会直接复活，我觉得蛮好笑。对啊。现在就不会复活啊，那就看一看尸体，然后就走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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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没有用的救护人员。是说六摊一开始玩的时候，是不是设定了什么拒绝全部 NPC 的？没这种吧？那刚刚西门也有打给我啊。所以你地图上面没有 L 吗？没有。先去 The Center。The Central Gaiche Wan， Gaiche Wan， 哦哦，哦帅哥，啊飞车设计师吧 ，What the fuck？ 我射了，哎你想撞我？我只是跳个车而已。哦，怎么那么多啦？大家好啊！对啊，救护人员还会打人，很智障。我上次有看国外影片，还蛮好笑的，就那个路人撞到救护人员，然后救护人员就把路人打死。对啊，保险、防遗失、汽车全险。Yeah, my heart there. 我要接个每日啊，你们谁陪我骑个脚踏车？嗯，你都双轮竞技啊？对啊，我是要打高尔夫。双轮竞技我好像也有。可是有一个帮派，我还在清帮派。嗯。这怎么都杀不完啊！烂死了！
出来了吼。哎，横越大马路，我个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下车，下车。想绕背。我自己撞到自己，把自己撞死。这车好慢。Beautiful, beautiful。哎呦干！外面撞车了。哎，那。我家外面。我靠！这边家外面撞车了，干！那我把它骑到、嗯。大吼大叫的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被警车追？因为你人长得丑。你没有听到吗？这样子。我家外面马路砰。你家的外面啊？嗯。是游戏里面还是你家外面？我家外面，真的我家外面。干，真恐怖哎、欸！超绝、哦！你是说刚刚哦？嗯。超绝出家伙。可是我这边没听到。砰！砰！好不好是？好烦哦，怎么一团人塞在那边？好远。六碳54万拿来买装甲骷髅马比较值得啦，我知道哈、啊，可是我现在就没得买啊，因为我还没解完第一个抢劫。可是莱斯特一直不扣我，不知道在冲什么。40万买一台重机的头期款比较划算，真的。哎，史莱斯特不打给我。莱斯特。哎、欸，还有个在哪？还是我去。我去开我的，然后你进来试试看，这样也可以、啊、是可以啊。那你对啊，也是可以啊。然后我打个电话，这样子也是会有，也是会有骷髅嘛。I need 骷髅嘛。I come in for you, open it. Hello, Lester, you motherfucker. 什么声音啊？哎，看到杀死你。我刚打开看，我这边看不见，没看到，哦、我这边没看到。抢劫任务进行中。取消此抢劫。我现在是有什么？我现在是有什么抢劫任务？你上次不是有开一个还没有打完的？哦，对耶。对啊。我看一下哦。里面没东西啊。Nothing to do need right now， 就回家看一下好了。吃钱，吃钱。哦吼，哦哦吼！看一眼那个画面，我就摔车了。看什么画面？看那个的画面。他在看影片，我看了一眼我就摔车了。马路如虎口，看影片危险多。真的，下车下车。耶、yeah, ！哇，我的那个大货车还在。那你接得了吗？啊，因为我现在身上有个抢劫，我去看一下。OK， 我就帮你看。是上次那个。解到最后一个前置，然后我要去睡觉那一次，是吗？不知道，那个我们解完了、啊。你后来睡觉之后，我们就解完了。你们之后不是有找另外一个人一起解？是啊，我们解完了。我看一下我现在开的这个抢劫怎么回事。Go！ 我先去。有点想吐。先来，哦，我家外面停了一辆不错看的车。嗯，没有啊。贝菲特速雷跑车。这个胖子随便喂掉都可以吗？肥蛋龙哦，我也不知道那是干嘛。啊啊！这是什么肥蛋龙？看30级才可以买。
如果打一场二十万经验值那个地层掉的那只哦。对啊。就一样的吗？就近的执行者练技有。就近的执行者练技应该没差吧？啊、你要喂掉就喂掉不？吃下去二十万经验值也是可以喂。我又抽不到。有这种事情啊？你两个礼拜发生什么事？看一下能不能开到车库里。现在执行者可以练技啊。哎呦！就是有一只那个肥蛋龙可以给他练。肥蛋龙。对啊。那。可是我账号送人。我就不等，干嘛送人？怪人。因为我很生气，因为你是个北七。没关系，我现在有 Terra Battle 可以。哎，六套我接到了，我等一下邀你，我要先大便。好，那大便的过程之中呢，让我的观众看电视。好，人最好的又要拉屎了，太想拉屎了。这是什么？其实我觉得这台跟 Z300 有点像，我把它改成 Z300 的颜色。这台是什么？给观众看这个好了。炫光跑车。你去查一下 Z300 长什么屌样。我们看这台好了，就是 cosplay 的 Z800，难得吗？战况，改。改车，改车，改车王，迪迦，霹雳，霹雳，霹雳猫，你是在照样造句就对了，没错，冲啊，冲啊，哎，六探，你没有看一下那个美日吗？哦，美日啊，对啊。打一场生存，打一场高尔夫。哦，你有打一场高尔夫？哎呦，完成一项飞行学校课程。哇，我撞死一个路人。飞行学校课程是怎样？就是在那个左下角那个。好，等一下再说。六蛋、那個、有试过直接去莱斯特家吗？莱斯特有家哦。哦，痛。没有吧？有啊。可是也要有他出现那个 L 那个才可以啊。地图上面要有个 L， 哦，进去改车，我要再给它用成粉一点，给我开门哦，不要排挤粉红色哦。Nice， 看这个蓝框有点少见。好性感，这个比较像。哇，这好像那个下巴加长，尖下巴。这就不要改了，我们重点是那个，啊 ，fuck， 你发生虾米代志？洛合金轮胎不能染色，干烂透了，害我要换掉啊！干，我干嘛出来？哈哈 ，fuck， 哇，真的，车轮，车轮。哦，要先加入多人战局才行呢、啊。哦，是啊。什么多人战局？哦、不是这个啦。哦，不行哎、欸，它的粉红色，34次喷射起步后解锁，烂死了，染色
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，喷漆，喷漆。哇、哦，这怎样？这么小一个，好贵哦！用一下好了，主色调，黄灰。哇，你、欸、超粉。哦，这个啊，用帮会色系，哦，帮会色系好贵哦。错。副色的。什么全粉红？赞。内装好像不能改吧？内装的颜色可以改，早就改了。只有防滚架什么的，只有这个啊，只有这个架，这架很丑哎、欸。只有这个架、啊。好像把这只改成开玩笑 Cry 的样子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我告诉阿奎，为什么大家都在那边改车？真的，他这一代是男人，司机车好小，最好啦！我也在那边改车，我就不是男人。我记得比较男人的女人资料片，它有超多美式机车的，好爽。为什么里面我插了一根很奇怪的东西？这是什么啊？外露式中间冷却器，然后外面插了一根红色的杆子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超怪。这个好像比较酷一点。Yeah, I bet. Nice job. 这有吧？这都有。喷漆、防滚架、车顶，车顶是什么？哦，不用改啊！干，这个太赞了！哇，我改是改到妈的喷了六万块，妈的！哦，这好像不错。炸药？不用。那个炸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耶，真不错，这个好像不错，这个。OK OK。好、啊，不改了。我剩46万了，马上还是48万。我也是，我剩40几万。妈的，狂改车！光是把它喷成那个帮会粉红色就已经。我去多人一下好了。要去什么多人？你们是不是都在同一个游戏？没有，我现在是单人，没有人邀我啊。我们在卤蛋这，你邀一下我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卤蛋是不是有邀？哦，有，哎、欸，加入游戏。OK。不改了，转头再进去。库鲁马50万，我知道啊，没关系嘛，再赚一点就好了。反正等一下要抢劫啊，抢劫又有钱了，努力。先加鲁鲁的游戏，睡觉晚安喽。哎、欸，日本你也在卤蛋的游戏哈？对啊。这台没下遮流罩，其实不太像。哎呦，已经是最像的了啦，其他台更不像啊。哎，六探，你现在在卤蛋的房吗？我正在家。正在家。嗯哼。难怪我进不去他的，没有他，他的房好像被邀请。他的房好像不能进去了、欸。真的、啊？我刚刚进去不成功啊。血。重连吧。他说那个已不在此房。哈。啊。
我还没觉得应该是卤蛋断线了吧？他是拉屎。